所以从七六到十三。来，左上课，来左。左上课。OK， 来同学，你现在要从七六看的就是二战发生的事件。OK， 所以二战发生的事件，你听上完整个十二页，所以就是那一个德国，哎，不对，不用我回答了。两个字是什么？刚刚讲好了，这个话题结束了。OK， 来，有勋，那时候德国用什么战略？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把几乎整个西欧的国家都占下。闪电战的协议。对，闪电战。OK， 来，可学。然后德国除了做闪电战，来，有勋继续。德国对英国进行什么战略？轰炸乱炸。对，轰炸乱炸。来，有俊继续答，请问德国是轰炸英国的什么地区？港口。再来。工业区。还有。工业基地。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英国有战败吗？有。没。同学，英国没有因为这个轰炸而战败，战败的是法国。OK， 来，有俊。这个轰炸只影响到英国的什么？对 ，OK， 损害了他的经济，但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英国战败，然后输给德国，没有啊 ？OK， 来同学，然后现在我们要接下去看西根东印 ，OK， 两件，一共四件事情，所以整个二战的发生过程当中 ，OK， 一共四个事情，所以两个补上了的是闪电战。然后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德国，它轰炸这个英国。OK， 所以现在很前面你看剧情，然后我已经跟你讲了，标题是有分数的吗 ？OK， 标题是有分数的，所以你这边有四个标题，你就有四个事件，所以四个事件你就四分了。然后你再讲那个布莱恩 ，OK， 就更多的分数了。来，所以同学，请你画上把你的答案意大利扎拉斯瓜让。Paris，OK 吗？可以啊，我看你眼神飘忽，什么水晶石啊 ？OK， 来，开始。已经欺负了，已经停在他身上了。来，通常你讲的东西都没有发生过的，来，开。那你说是直接伤害？啊，真爱，那是真爱 ，OK。有发生过吗？你欺负 Kelly 有发生过吗？有。一样吗？都有发生过。有发生过。OK， 你允许他再发生吗？Good nice, good job. 来，同学，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的东西是意大利参战。OK， 意大利参战啊，来继续打游戏。二战一共有几个战场？两个。OK， 来，二战有两个战场，这样继续游戏。请问那两个战场分别是哪里跟哪里？澳洲。嗨，什么州啊？澳洲。哥，澳洲没有错，但是它不是主要的战场。非洲。Oh. Nice。同学，发生在两个战场，一个是欧洲，不是澳洲，有趣。Oh. 对，欧洲更多，一个是哪里的军生？非洲。罗罗那里。亚太洋。对，亚太洋。亚太洋指的是哪里，有趣？啊？日本。哦，日本引起亚太洋的战争。但这个亚太洋战争是日本引发，然后发生在什么地区？对，发生在亚洲跟东南亚地区。然后你现在看好啊，你的标题是，你看是你自己的标题啊。我们是讲意大利参战吗？像同学，意大利参战，它是参与在欧洲的二战。因为你的二战是两个啊，一个是亚太洋。一个是欧洲，所以你的标题很清楚的跟你写着 Europa 了，有理解到？所以他清楚跟你讲了是欧洲。那么意大利参与在战争，是因为他的思想的崛起。OK， 再继续答游戏，请问意大利的思想叫法西斯吗？还是叫纳西斯吗？请问这个法西斯的思想？它主要的原则是什么？重视国家利益，包括个人利益。还有的一个，对谁只做大家好一点。就是因为这两大原则，所以人民可以愿意为意大利去做吗？为了？提高国家
谁在做这个法西斯呢？对，菲利多·穆索里尼。OK， 同学，这个是我们前面讲了的啊。再多说一个例句，意大利有没有不少国家这样的赛道？有。还是只有德国而已？两个都有。对，两个都有。这样，请问意大利站在什么角度？他觉得和专专和沙勒他不开心。对，他没有分到土地，因为在一战意大利是加入英国 ，OK， 来推选，所以整个意大利可以理解啊。所以，虽然你会看到在二战的发生过程当中 ，OK， 我们看到一个标题叫做意大利参与在那个战争里面，所以的标题写着意大利参战。所以意大利参战有去，请问意大利是跟德国玩还是跟英国一起？德国。对，这样请问意大利跟德国的军事结盟叫华沙保西还是叫华沙保斯布杜？华西。对，因为他们是战败国，他们是死的最后。OK， 来同学，这样意大利参战，所以大家已经有一个理解，就是意大利是跟德国一起，所以你才会看到一。画上 ，OK， 画意大利啊，你先画上意大利，你再画上 Montistica con Borro de Hada Britain dan Perancis，OK， 所以画上意大利，所以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友，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结盟里面，叫做华沙保西，所以就变成意大利，它就宣战。蒙伊斯蒂哈跟佛朗同学讲了很多次了。蒙伊斯蒂哈跟佛朗的意思指的就是宣战 ，OK？ 这样他对谁宣战？对英国了。哎，因为他的对面就是华沙保斯布杜吗？他的敌对就是华沙保斯布杜，华沙保斯布杜里面的就是英国、法国 ，OK？ 美国、俄罗斯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德，哎，对不起，就看到意大利。他对 Britain 英国，他对 France 法国 ，OK 宣战，所以他对这两个国家宣战是正常的、哦，因为他是跟德国一个结盟，所以他们的对面的那一个对立的结盟就是英国他们 ，OK， 那同学，这个意大利纵使参战，基本上他也没有多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过，意大利打仗它是不强的，所以它加入德国，不代表德国的势力会壮大，因为德国的队友全部都是主队友来的，所以包括看到意大利也是主队友啊，最后意大利是投降的，就是他去打仗嘛，哇，他是打不过的嘛，所以他是直接投降。OK， 同学，意大利人他打仗的习惯跟他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所以到了吃饭的时间，意大利会停止战争。这样，同学，你想想看，大家都在打仗的时间，但是意大利人他们很遵守他们的生活作息，所以一到了放饭的时间，意大利的人就不上场战争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战斗力 ，OK， 是非常的不强。所以最后 ，OK， 他是投降的，因为他打仗不是叫他们干的吗？所以我才跟你讲，纵使意大利加入德国，不代表德国会很开心，因为他收获的不是一个很强的队友 ，OK， 来同学，把那个是意大利打仗的麦当娜，来换切六二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意大利宣战对法国，对英国宣战 ，OK。那么他跟德国是盟友吗？所以他们会合作咯，所以你就看到二发生等得了意大利门要让法兰西斯门拉鲁伊阿拉斯拉萨，所以就看到上下夹缝，所以上下夹缝就代表 OK， 你就看到二他讲意大利的军队啊，他是从南方进攻 OK 法国，所以否二的部分，因为我们讲到意大利参战嘛，所以我们就在里面看到意大利 ，OK， 他做了什么东西？所以意大利他是从这个阿拉斯拉丹，就是我们讲的南方，所以他是从南方进攻这一个法国。来，吴嘉轩，法国在二战有败过还是没有败过？确定吗？很快吗？多人地啊？有，法国在二战是败了的，
他被德国拿下来的。OK， 同学，这不是什么额外知识，你看回去十二页的 A， 然后看 A 二，十二页的 A 是不是讲到德国他占领西欧国家，因为他用闪电战的战略吗？所以你就看到二，他有给你国家的例子，当时法国占下了什么地方？然后你看去二的第二行，有没有看到 Quadrantes？ 同学，不是盲人都看到是不是 ？OK， 所以十二页的 A 二就是看到 Quadrantes。OK， 所以法国是在二战的时候败下来，你一定要懂啊！法国它是在二战的时候败下，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会用到后面。所以如果你不懂法国在二战败下，这样你就不会知道为什么去到后面的时候那些事情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国败下了吗？所以你就看到法国败下， OK， 意大利参战吗？所以意大利跟德国一起吗？但回去主要拿下法国的功劳最大的不是意大利，因为最后他也投降， OK， 主要最大的功劳是德国。所以我们从意大利参战，我们就看到意大利从南方进攻法国，那另外一边就是德国来哦。所以同学发上登特的 German 文学让可能去 study Arab Darre， OK， 来同学，所以第二另外一边就是 German， 就是我们讲的德国。所以你就看到德国是从北方， OK， 我们讲的北部了，来同学，所以就是刚刚跟你讲的上下夹攻。OK， 如果你有兴趣，我上个星期跟你讲的吗？你可以看阿登森林。OK， 这个是德国进入的范围，然后法国战败的一个关键之一。OK， 来同学，那么 C 这个简单啊，你只是写意大利参战，像意大利参战，它就是对谁？对法国，对英国，所以意大利就有进攻法国的这一个协助。来东地 ，OK。当地后面会重复 ，A 次过讲完，当地后面会重复啊，所以我们一次过讲完，去到后面我们就 highlight 就结束了啊。来，同学，当地在二战里面发生的事情，意大利参战，还有当地发生 serangan German ke atas Russia。OK， 来，同学，最后一个了，所以当地发生 serangan German ke atas Russia。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Germany， 懂这个叫德国， OK， 所以德国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进攻这一个俄罗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德国在二战战败， OK， 他野心不足蛇吞象，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OK， 来同学，所以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的，但是他觉得他 OK， 他就去做，谁知道打到不上不下 ，OK， 所以整个德国进 OK， 这是在二战发生的事情啊。德国进攻俄罗斯，这个东西一次过讲完了，因为你这边东西看一次 ，and then 你去到后面又会再重复多一次，所以这件事情是在二战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件事情也是德国。他在二战战败的其中一个关键，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OK， 所以整件事情 ，OK， 只有一句话形容，就叫做野心太大 ，OK， 就变成了 ，OK， 德国 ，OK， 他就受很大的伤害 ，OK， 来同学，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呢、啊？首先，我们刚刚讲德国野心不足蛇吞象吗？说德国为什么我们会讲他野心不足蛇吞象？因为这个俄罗斯 ，OK， 这个 Russia 俄罗斯啊，它是一个庞大的帝国 ，OK， 同学，俄罗斯它本身是一个帝国来的，它势力庞大，所以就变成这个德国呢，它就对俄罗斯有兴趣。为什么？因为如果德国它成功拿下俄罗斯，它拿到的不是只有俄罗斯。是并吞掉他整个帝国，包括俄罗斯里面的领土，包括俄罗斯里面统治的民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当这个德，假设讲俄罗斯，假设了这个我不可能去算，
OK， 假设讲俄罗斯，它有统治这二十个地区。如果俄罗斯败给了德国，德国拿到的一个俄罗斯跟它二十个里面的领土，明白吗？所以瞬间德国的土地就多了二十一个，它的势力就会吞下了这个帝国，然后被壮大起来。OK，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OK， 为什么德国 ？OK， 他会去有兴趣进攻这个俄罗斯。所以他想并吞整个俄罗斯帝国，吞下俄罗斯帝国，德国就可以做欧洲最强。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拿下欧洲最强，将德国就可以成为欧洲最强。OK， 你 get 了懂我的意思啊 ？OK， 课本他只是跟你讲这个原理罢了，因为他要做欧洲最强，所以他就要打败欧洲最强。所以这是课本跟你讲的原因，为什么 ？OK， 德国他对俄罗斯有兴趣。额外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 ，OK， 它有很多的那种 super， 它有很丰富的资源。因为德国它得罪了美国，它乱炸 ，OK， 你也知道在一战的时候，德国也是乱炸嘛。来到二战，德国的 battle 还是不倒。OK， 所以德国就乱炸，他就得罪了美国，然后美国就决定不卖资源给德国。你想想看，如果德国啊，他没有资源啊，他没有石油啊，他还想战争 ？OK， 所以另外一个因素导致德国去进攻俄罗斯，是因为他拿下俄罗斯，他除了成为欧洲最强，他连同俄罗斯里面有的资源，他一并拿下。就算美国 ，OK， 就算德国得罪美国，美国不再卖他资源，但是这个德国他可以占领俄罗斯，拿下俄罗斯的资源，他就可以 settle 掉那个问题，就是美国不卖资源家的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在种种的因素下，就推动这个德国 ，OK， 去打这个俄罗斯。但同学，德国他算错了 ，OK， 为什么讲算错了啊？因为德国的人数是少俄罗斯很多的，所以如果你讲军力 ，OK， 德国只不过是俄罗斯的一半，明白了意思 ？OK， 如果讲军力、讲人数来讲啊，德国是少俄罗斯一半。OK， 再来同学，德国还以为算得到，其实这个是算不到的。OK， 讲讲算不到啊，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指的就是冬天，你怎样 expect 到你怎样预算到很准，冬天就在你预计的那个时间点出现呢？所以德国觉得自己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拿下俄罗斯。同学，这个是后面会讲到的，所以一直过才得完啊。所以这个德国，他觉得他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拿下俄罗斯。但同学，这个是德国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俄罗斯。德国并没有成功达到这个效果，然后就导致德国必须在冬天里面，因为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所以环境因素是算不到的吗？所以当冬天来得特别早的时候，这样德国就被逼跟这个俄罗斯在冬天作战。德国没有冬天作战的经验，但是俄罗斯有，因为俄罗斯它在北欧，就是那种芬兰那种冰天雪地的国家战争过，所以俄罗斯在那时候的战争，他输了很多条人命，同时也让他知道怎样在冬天作战。所以变成德国没有冬天作战的经验，然后俄罗斯有冬天作战的经验，然后德国的军队越打越累，越打越累，看不到希望，因为俄罗斯的军队也不是差的嘛，还要是在冬天打仗，所以德国军队越打越累，越打越累，德军就。在俄罗斯的德军就投降，这个时间就导致到德国 ，OK， 他的元气大伤，就因为他打俄罗斯打到半生半死，还打不赢，听得懂吗 ？OK， 所以同学，这个是一次过讲完了，等下去到后面 ，OK， 就开始不了啊。主持人，有理解在讲什么吗？不要找包吃了，不能够老实啊。OK， 来同学，走下去一 ，OK， 所以同学，我们在这边会先理解。德国打俄罗斯的事件，然后去到后面我们就会读为什么他打俄罗斯是他战败的关键。 OK， 一般一般啊，来同学一关起来。
Jerman melancarkan operasi Barbarossa. Okay, pasal Jerman telah melancarkan operasi Barbarossa. Okay, attention. 所以你在 B 那边看到两个字吗？ Okay, 叫做operasi Barbarossa 吗？ Okay, operasi Barbarossa 基本上它就是那一个 Jerman okay, 进攻 Russia 的一个行动来。Operasi Barbarossa 是德国进攻俄罗斯的那一个行动。Okay, 所以刚刚我已经跟你讲原因，为什么德国会做这个决定？课本给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的野心很大，他要吞掉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他做到欧洲最强，这样德国就会成为欧洲最强，这样希特勒就开心了吗？ OK, 来同学，所以在课本给我们的这个原因的情况底下，就会导致德国采取了行动 OK, 去进攻这个俄罗斯。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什么叫 Operasi Barbarossa。 所以 Operasi Barbarossa 指的就是德国去打这一个俄罗斯。来同学，那么第二，这个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OK, 为什么 OK 他们会做这个决定，就为什么德国他会对俄罗斯采取进攻这个行动。资源是我们额外的知识，课本写的东西是这样。来同学，发生OK, Hitler 英语文化在意 Russia OK, 发生 Hitler 英语文化在意 Russia 来吴嘉轩， Hitler 指的是谁？谁是那个希特勒？对，希特勒的思想叫什么？对，纳吉斯莫。请问希特勒用什么方式激发他们德国人的爱国意识，推他们德国人上战场？OK, 这样子讲，对啊，就是希特勒他直接忽视掉格詹詹和塞勒斯，他没有遵守吗？请问 OK, 吴嘉轩，希特勒哪个举动就等同于他打破了这个协议，掀起了二战？同学，他壮大军队，他壮大军队，他是不是去攻占 Vinland 这个地方？ Vinland 就是他在一战失去的土地，所以按照格詹詹和萨勒斯，他不可以壮大军队吗？把他没有管吗？他就壮大军队，就代表他已经是在推翻了这个格詹詹和萨勒斯。OK, 理解到，所以这个是你前面上的希特勒，他的思想叫纳吉斯莫，他为了把德国人的爱国精神推他们上战场，所以他就煽动了詹詹和塞勒斯 OK, 然后壮大军队抢回他在一战没有了的土地。来，乔宾再答了一个，请问德国打哪里一个地方就是整个二战的导火线？波兰。对，波兰。所以德国打波兰就是二战的导火线啊。OK, 来同学，所以这个是前面针对德国希特勒我们读了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我第二啊，我们上的东西是为什么德国会进攻 OK, 为什么他们会做 Operasi Barbarossa。 来同学，所以德国会采取进攻是因为刚刚讲了吗？希特勒他要拿下俄罗斯，门外塞地应该懂意思吧？文化塞一直的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占领这个概念啊。因为希特勒要占领俄罗斯，为什么要占领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是庞大的帝国，他要拿下欧洲最强，他就可以成为欧洲最强，明白吗？所以希特勒希特勒，所以为什么德国进攻俄罗斯啊？因为希特勒要拿下俄罗斯。 OK, 德国打俄罗斯，他拿下俄罗斯为了这个目的啊。来同学，发生门插拜几个几个呢？门挖塞一十六路开了放。 OK, 来同学，你发生门插拜几个几个呢？门挖塞一十六路开了放。所以这边很简单 OK, 德国进攻俄罗斯，我写在这边啊。所以这个德国进攻俄罗斯也就是相等于希特勒啦。所以希特勒想要占领俄罗斯是因为他要完成他们打败他的军队，军队吗？他要完成 OK 一统欧洲的梦
OK， 明白那个意思吗？他要完成一统欧洲的梦，所以我才一开始的时候跟你讲 ，OK， 俄罗斯 ，sorry， 他拿下欧洲最强，你打败第一名，你就是第一名啊，那个概念啊，你明白啥 ？OK， 所以整个概念就是德国的想法，我打败第一名，我就是第一名了，所以我打败欧洲最庞大的帝国，那我就成为欧洲最庞大的帝国，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为什么他叫俄罗斯巴巴罗萨 ？OK， 因为他要拿下俄罗斯。他拿俄罗斯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完成他一统欧洲的梦，就是要成为欧洲的那一个 OK 最强的势力来吞噬。所以三，在整个俄罗斯巴巴罗萨里面，他们就以攻占首要城市为主。吞噬这个是正常的吗？如果你是恐怖分子，你想要袭击马来西亚，你展示量就够。重点在哪里？对，同学，你打芙蓉中了，芙蓉又不是重点城市。他打赢了就是烧包吃了，奇美烧包。唉，太可惜，还不是我。OK， 苏世杰，你是最 lucky 啊！我来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个买烧包名次的人了。OK， 暑假我都没有啊，十 A 都没有啊。OK， 十 A 都不要钱才是啊。你现在可以请我开两家。啊，可以，没问题，就买一粒吧，买一粒吧 ，OK。那个盒子不要丢吗？方便我骗他。子弹不要丢，方便我骗他。OK， 来同学，哎，我讲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同学，你要进攻的话，你不可能攻占那种小地方嘛，你肯定是攻占首要城市吗？你当然是攻卡路隆坡，炸双峰塔先吗？你炸质量的电信塔错不？哎，同学，所以东西是很逻辑的，所以看去三 ，OK， 我们写容易的字就好了。如果你国文是 OK， 你就照读；不 OK， 那就换。来，同学，换起来，搬到五大摩底 Russia， 你先画四个字啊，搬到五大摩底 Russia。如果你本身 OK 看得懂门牙沙干这个字。那你就继续写“门牙沙干”这个字，如果是不行，同学不用逞强，把它背成“门牙让”就好了。反正你都懂“门牙让”指的是攻打。如果你要写“门牙沙干”也是可以，你讲的是我好奇什么叫“门牙沙干”，以什么为目标啊？这个叫“门牙沙干”啊，它 M 就什么来打？你们讲的 M 的意思，来同学，所以他们是攻打什么？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一个德国，它是攻打我们这个俄罗斯的 ，OK， 主要城市，因为主要城市才是整个俄罗斯的命脉嘛，经济也好，官吏也好，所以你同学擒贼先擒王，你擒小弟怎么？所以你打仗也是打这些首要的城市，因为你的城市都沦陷了。将你整个城市的管理就由他们接管，把同学，这个事情德国并没有完成，德国他只是认为他打了俄罗斯，他一统欧洲的梦就可以达成，所以他做 Operation Barbarossa， 冲着俄罗斯的首要城市去攻打，但同学我已经跟你讲了啊，没有成功 ，OK， 也就是讲。德国打俄罗斯这个美梦没有成真，然后德国还自己受伤了，因为他打俄罗斯他损了很多的精兵，所以他损了很多的精兵 OK， 他还要再面对美国呢，他还要再面对英国的人，所以可以选他的力不够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已经分散他的精力了OK， 来同学，从后面他给你三个层次，读一个也好，你在 A 卷里面读一个也是一个全部也是一分。好，我的角度你不用问老师，我应该读哪里一个呢？随便，因为后面你们重复了，如果后面有重复，那我可以跟你讲要读哪里一个。OK， 没有的话，那同学你就看你自己要不要读喽，多一分啊。你多一个城市的名字就多一分，如果你讲的是我只要几个那就拉倒，你只要几个就拉倒，你就直接读他攻占俄罗斯的首要城市 OK， 来同学有问题吗？语则 OK 吗？
可以啊，昨天你怎样应付有趣的妈妈？你不是昨天的那个？我以为是昨天的事来的。怎样应付啊？你最后礼拜好吗？啊？你最后礼拜有趣的妈妈吗？哦，先过去打视频。我先打视频给他。对呀、啊，你来喝水。看一下怎样吃烧烤，不要生气。哎，来继续，来上来喝水。三点三点三，我们要看二战的那些欧洲的二战啊，有两个战场。现在是二战，来三点三，快上 ，OK。二战的结束，来吧。而阿克波兰图尼亚和土耳其的了吧？所以你要看的是欧洲二战的结束啊，快选！你不要以为读完这边二战就完成了啊，你不要忘记你还有一个日本文化的二战，所以你要很哪里找三战？一个时节，沙包事件。没有啦，那你快跟 Terry 奶茶事件。奶茶事件啊，三战哦，你跟苏杰四战。我们都没有战，你在吵吗？讲上个星期跟 Kelly 相处好吗？有没有很尴尬？没有，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他跟我讲，我装了，又没说话，跟我讲不会有，真的是。我说我们真的是讲有不嘛？经历是长一次 ，OK， 来同学。同学，同学，这里啊 ，OK， 你的标题是讲欧洲二战的结束吗？实际上啊，你的标题是讲欧洲二战结束，可是你在读的整个了 ，OK， 你整个在读的东西是原因，明白吗？如果考试叫你解释为什么欧洲二战会结束，你就是要写回这一页的答案 ，OK， 什么原因带出欧洲二战的结束？什么事件？带出欧洲二战的结束，虽然那个标题他写给你的是欧洲二战的结束，但是你自己心里面要知道，实际上他是在讲这原因的。OK， 一定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他才可以总结叫德国吗？这样你就懂了，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总结叫德国。只要你结束德国。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整个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一战、二战不是他先起了吗 ？OK， 来同学，因此标题有分数，所以你写 A、B、OK、C、D 都是分数来的 ，OK，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四件事情，或者是四个原因 ，OK， 四件事情或者是四个原因，它让这个欧洲的二战来到一个据点。就是结束了 ，OK， 第二同在讲话 ，Like Question， 所以 A 是很简单的，来你画上 Culture Summer Quarter Bazaar，OK， 你画上 Culture Summer Quarter Bazaar， 来第一个会让欧洲二战结束，是因为简单来讲啊，是三大巨头的合作 ，OK， Like Question， 刚刚苏世杰。我讲，如果你要让二战结束，那你就要做到谁，这样二战就真的结束了。我没有啊，我刚刚在 rap 啊。rap 啊，你是 rap 啊？啊，在讲废话。我刚刚才讲，你要等到谁，二战就先到了。我跟你讲，第一个英国，第二个普罗，认真，第一个英国，你跟他讲，然后第二个法国。所以这些我跟你讲啊，不是每个星耀的都好的。廖翠玲，廖翠玲是好的。Yes， confirm， confirm。OK， 来，所以这些一战、二战都是哪个国家引起？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你讲话。德国。吴嘉轩表演。一战、二战都是哪个国家引起？只要我们先跟他战争就结束。英国。意大利。这个要想的嘞，上一刻才讲了，刚刚才讲了。德国啊，那我们都一样。德国。对呀，他比你输多了。来，何雪。你写德国。啊，对，厉害 ，good。来，何雪，德国啊，所以你现在看啊，三大巨头合作，三大巨头合作就代表没有包括德国，懂吗？
因为你要让这个战争结束，就是要做倒德国，所以这三大巨头是谁？美国、法国罢了，对不对？所以，我差一点要讲中美了，是不是？来，同学，你就有我讲那些，所以你没有德国吗？所以法国也败了吗？这样子三大巨头就是谁？美国、英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国家的？俄罗斯。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这三大巨头指的是谁啊？所以这三大势力，你就会看到有 Britain、英国，然后美国是卡了比较快 ，and then 还有俄罗斯。因为你一定要抓到德国，你才可以让战争结束。因为是德国先起那个战争，谁先起战争，你就要先跟谁，这样战争到一段落吗？所以你就看到二战怎么会结束，因为三大巨头要对一个德国，而且三个都是强国，所以三个都是强国再对一个德国，所以德国他没有能力逃过了，明白我的意思吗？OK， 所以你要懂三大巨头指的是他们啊，英国、美国跟俄罗斯。来，一读到人民就读，读不到就算，你就直接这样子读。读到人民你就读，你觉得是人民容易，那你就读人民；你觉得人民不容易，那你就读前面。人民其实，也不需要特地去背，如果你是背不起的话，因为它的后面有重复用了。如果后面重复用，我就叫你读到把后面有了吗？来，同学，一发上。OK， President America 选一个，所以我刚刚跟你讲了啊，三大巨头 ，OK， President America 选一个就是美国总统哦，所以后面他有写给你看，美国总统的人民，罗斯福 ，OK， 可以选 Franklin，OK，、okay, 罗斯福，就华文我们叫罗斯福，把读到就读，读到人民就读，读不到人民你就直接用美国总统。OK， 所以当时美国总统再加上谁啊？发上 Perdana Menteri Britain。OK， Perdana Menteri Britain 就是英国首相，因为英国是有王室的，所以你就看到他说某一事一定要以首相为管理。OK， 来同学，后面他有给你人名了，丘吉尔。如果是华人，首相我们叫做丘吉尔，读到就读，读不到我们就用他的这一个。OK， 职位来造句，所以当时美国总统再加上英国首相，但是两个都是精英分子，他们在做什么？来发生文化和不足三和立体当和登特拉案。OK， 发生文化和不足三和立体当和登特拉案。来，分析。所以当时美国总统在拼上这一个英国首相，他们会见面。他们见面，他们就要做出，他们一做决定了，就代表他们开始要讨论战略，怎样合作，然后做倒掉这一个德国人。所以他们两个 OK 合作起来，他们就做出了科夫多山普利定，他们就做出军啊，对起，如果拿顺序的话就是这样 ，OK 做出政治 ，OK 与这一个军事决定，开始。你都看到军事决定了吗？军事决定就是表示着他们会有 plan， 怎样安排他们的军队上的合作，战争上的合作，然后做倒掉那个德国。OK， 对的吗？所以你现在做两个吗 ？OK， 我都跟你讲三大军头合作吗？所以你两个先，美国总统，再加英国首相，后来再加进俄罗斯。所以看句二，发生，可就三门门的发生 ，President Russia。OK， 第二发生，可就三门门的发生 ，President Russia。OK， 来同学，所以你原先是看到美国总统跟英国首相，然后后来这个合作就加入，这个合作啊，就是我们的 Russia。OK， 俄罗斯的 President， 你可以叫总理，可以叫总统。同学，每个地方不一样叫法，但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啊。来，同学，所以这个俄罗斯的总理啊，他就加入这一个合作，所以他加入了过后，就形成了三大巨头的合作吗？来，有请俄罗斯、
OK， 的王室有没有涉及在那个一章里面 ？And then 整个俄罗斯的王室统治结束，有包括俄罗斯吗？有，有。有啊，同学。所以你自己可以看到为什么拉什他是总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王室了。在一战结束了过后 ，OK， 人民产生厌战情绪，他们推翻君主，所以俄罗斯就没有君主了，所以他就进入了什么统治游戏？当俄罗斯的君主统治结束之后，俄罗斯走进了什么管理？对，同学，他组成了克拉扎安 ，OK。Communist 就是主张那种共产政体，所以会看到，不是会看到，所以看到是总理的，你看到这种叫总统、叫总理的，多数都是属于没有王室了的国家，所以这种有王室的，你看还是叫首相，因为他有个君主在上面嘛。OK， 来同学，所以你分析掉下去，他们三个加在一起变成一个合作。所以这三大巨头的合作就形成对德国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合作了之后，他们就组成了什么？来，第三，华商登德勒格斯库杜，华商登德勒格斯库杜啊 ，OK， 在华商迪克多伊尔的 America 小一个，如果你要简单读，你就直接这样读，登德勒格斯库杜，好，哪里在华商？一个短语 ，only America share OK， 同学基本上不用写到那么长了，因为你有四件事情，你四个标题，一个标题加一个古莱恩跟巴克林，所以你就不用写到那么复杂。OK， 所以我们讲三大巨头的合作嘛，所以最终 OK， 他们的合作，刚刚是不是讲他们一起做出军事决定 ？OK， 这样就是代表他们要一起讨论这个战争的合作了吗？所以以他们的合作就带出了什么？你刚刚看了同一个东西，是不是叫等德勒格斯库杜？对吗 ？OK， 来同学，等德勒格斯库杜，如果你要华文啊，华文也是参考。你可以看啊，可能有时候你在文章看到，还是在你说的视频里面看到也 OK。等德勒格斯库杜，我们叫盟军。盟军 ，OK， 就是他们合作出来组成的一个军队来的，所以这个等等认为是不多，我们华文叫做盟军。所以从三大巨头的合作，从他们一起讨论政治与军事决定，做出相关决定，所以他们合作做到德国吗？所以就这样子 ，OK， 从这个合作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结盟的军队。从这个合作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结盟的军队，所以他们结盟的军队就叫做登德勒格斯库杜。OK， 所以同学，登德勒格斯库杜这个字重要吗？重要的，因为你去到后面，你会重复看到这个字，所以你就要知道登德勒格斯库杜是谁的军，德国、意大利还是属于他们这边三大巨头合作的军队？理解到我在讲什么？OK， 所以你现在眼前看到的盟军，不要以为这个字只看一次，这个字是看超过一次，所以后面会重复，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盟军，然后你要知道这个盟军是安德哪个结盟了，各位懂我在讲什么吗？ OK， 有句德国意大利的结盟叫什么？瓦萨塔斯。 OK， 德国跟奥匈的结盟叫什么？确定。 OK， 同学，你记得你一共组四个结盟啊，一张两个吗？二张两个吗？所以就有四个结盟，四个结盟一定要读的，每一个结盟里面的成员是口供一定要读的。 OK， 来同学，所以这个叫盟军，所以现在他们组成合作，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合作，军事上的合作组成了这个军事上的结盟，所以形成了盟军。 OK， 将这个盟军以谁为首？美国，因为美国军事最强吗？明白吗？所以以美国为首，所以基本上美国进来打仗了，基本上英国、俄罗斯他们全部都开心了，因为他们招来的是一个王者，不是意大利，他会为了这方面打仗，明白意思吗 ？OK， 所以现在盟军 ，OK， 他就是被这个美国领导了，所以呢，虽然你是小 highlight， 你可以 only America 小 highlight。
OK， 所以他们的合作组成盟军，所以这个盟军呢、啊、是要准备去攻破德国，然后整个军队的结盟 ，OK， 就是被这个America Sherika， 你看得懂吗？美国被美国领导，所以美国是他们的 commander 来的，美国是他们的指挥来的 ，OK， 美国是他们的 commander， 他们的指挥来的，就是这个军队啊，各位懂啊？就是这个登革热和什么度。OK， 所以三大巨头的合作已经对德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三个不是臭鱼酱，他们三个都是诸葛亮，明白吗？一个诸葛亮经典了吗？他们这边三个都是诸葛亮，但德国本身也是诸葛亮，啊，你三个诸葛亮跟一个诸葛亮，你怎样都是打不过人家三个，你看懂我在讲吗？十四节有理解吗？有。写完了吗？有。你刚刚理解啊？刚刚我们讲盟军是安德谁？诸葛亮，认真诸葛亮，他应该是讲三个。对啊，我们刚刚讲《三国演义》。大概是讲三个诸葛亮的。我们没有讲三国，我们讲《三国演义》。大概讲三个诸葛亮。三国杀。对，我们刚刚讲刘备啊，叫孙权啊，叫曹操啊。OK， 来，下来，就是在清醒哦。我们这里是这样的，还有这里几个而已。关羽、张飞。对，开源解义，有问题吗？他们三个打三个诸葛亮。下去来和选，再讲错题。来 ，boss。OK， 所以三大巨头就讲了，对德国构成威胁了。来，下一个援兵，什么因素带出二战的结束啊？来 ，be present。Keberkesanan strategi serangan， 战略有效。Present keberkesanan。OK， strategi serangan。来，开始。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战略有效，同学记得分数有，哎，分数不能，标题有分数啊。同学记得等下你要做 test 啊。喂，我没想到哎，你是做那个，没想到，认真没想到，其实做 test 啊 ，test。没想到，非常记住。下次啊。下次啊。下次等我长发及腰，你才来 test。星期四哦，好啊好啊。希望我星期四头发可以长发及腰啦。OK， 来同学，长发及腰那就代表你的，哎，你有一个老师长发及腰，来同学。换了，我只想飞到我直播室外的。来下来 boy， 所以同学战略有效，来看去 B， B 是刚刚我讲的 ，but 我没有跟你重复。OK， 我叫我们班上最强的诸葛亮重复吴家轩。哦。先开来了，然后挑兵会跟大家讲了。来，画上。啊，画起来。可惜了，办法是把戏。dalam operasi menawan Russia， mempower kegagalan。OK， 同学可以直接解了，不用加字了。可以直接写，不用加字了啊！来 ，Kelvin， step by step。Kelvin， 首先你先讲，发射法系指的是谁写？意大利、德国、德国、日本。对，日本还没有啦，日本的后面才是。OK， 发射法系里面有德国 ，OK， 有意大利。啊，意大利，这个前面开打的时候，途中还请投降。来，继续，Kelvin。So， 夸塞法西也就是指德国，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叫做打俄罗斯。Kelvin， 为什么我们讲，德国做出决定打俄罗斯是一个二战结束的关键？因为他打输给他。对，他打输给他，他还损失非常大。OK， 所以同学，一这边呢，其实也不管战不战略，首先是敌人笨。OK， 敌人笨，你就占有一个优势了吗？所以 B 就没有再解释了啊。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德国 ，OK， 他做错了决定，他做错决定导致他打俄罗斯挫败。OK， 来。希特勒有被砍头吗？啊？希特勒有被砍头吗？希特勒中过被砍头。跑路了。自杀。他宁愿死，他也不想被人家羞辱啊。红星跟你走啊？因为红星跟他一起吗？我跟他一起。但是为什么废话？你讲啊，他一起自杀，你讲过。多一。多
后面了。买奶茶。买奶茶。可以，我也不买奶茶。你自己想到。打五千。打五千。黄喜茶不想再用字。等下。等下你给我买烧包点。等下我哭啊，再讲的啊。哎，哭啊，哭啊，红星买烧包点。好。OK。过了三六，谁拍照的？没有拍到你，还有拍到我。没有人拍，没有人拍，找得到你。找你什么？哈哈哈哈哈！我装修心理学。啊，装修。叔叔姐，这关系到今天就结束了。我等一下就 vlog 你 picture。哈哈。我发发给你。我发发。我少赚你一个 suggestion 费，被我被饿死了。你下星期就买了。
OK， 这是一片大海，然后这边就是法国。OK， 但是当然我的位置没那么清楚呢，只是给你知道罢了。摩羯吗？那个是冰淇淋海鲜。什么东西？冰淇淋海鲜还是什么？哦 ，OK， 他跟你讲这个海叫什么名字 ？OK， 来再来。加海。来下去。哦，管海又在这里啊，不是海王。我们这里是海王。海象霸主。他，我刚才讲海盗。算了，海盗。继续啊，来开始嘛，这边是海来了。OK， 现在他们要进攻回去法国嘛，因为他们要击退德国，解放法国，明白？因为法国在二战被攻下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击退德国，拿回法国，解放法国了。OK， 然后现在他们就要从这边进入法国的土地。他们有两个地方可以选。OK， 来可以选，他们可以选择在这个海岸登陆，华文我们叫加莱。他可以选择在这个海岸登陆，他也可以选择在另外一方登陆。同学，这个图片只是指控参考啊。老师，这样靠近边那个距离，心里冒不热啊。来，同学，说当然不可能。那我靠近啊。事实证明你没有心里。来，同学，是不是加上考？来下去，所以你有两档时，他们跑回去是要上过来这里啊。OK， 你的灯的热不是不度。OK， 龙群是要杀过来这里。OK， 现在要么在这个地点叫加来的地点登陆，要么就是在诺曼底登陆。But question， 你可以看到两个登陆的地点的差别。第一，你有眼睛看到，你就看到这边的距离比较远。OK， 所以如果他在诺曼底登陆，他的距离比较远，而且他的海面不平静。海面不平静就是随时翻船的概念啊。OK， 它就会增加一定的风险。OK， 然后加来这个点呢，完全的巴雷，的巴雷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距离是近的，然后它的海边 ，OK， 跟你的内心一样是平静的。OK， 听得懂吗？将近。是不是将近吗 ？OK。可以吗，十四姐？可以。OK， 这样十四姐，你是龙群，你会选哪里？我会选这里，玩吃鸡的。啊，你选择这里。可以啊。啊 ，OK， 厉害了，你是龙群的料来了，来下来。打捞料。来下来，要么就是这里了啊，要么就是这里了啊。OK， 当时德国他们认为，德国认为会在加兰上岸。因为如果是以风险来计算的话 ，OK， 这个将来的风险会低很多。所以 ，OK， 德国这个是德国的想法，所以德国会认为这个盟军呢 ，OK， 他们就在将来上岸，这个是德国的想法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来同学，登陆就是讲。上岸那简单讲就是登上这片土地啊。OK， 来，哎呦，真的第一件了吗？有一件吗？要出征吗？没有，就搞今天吗 ？OK， 来 ，question。所以德国认为盟军会在加登陆，因为刚刚跟你讲了有风险来看。OK， 大部分应该会选择在这个点的嘛。OK， 来 ，question。那么反正 OK， 德国都有这个想法了。所以这个盟军 ，OK， 他就将计就计喽。反正你都觉得我会在这里登陆，那我就做一套印度戏给你看呐、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最后盟军不是在这边登陆的，最后盟军是在诺曼底吗？我都写给你了，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吗 ？OK， 因为德国看风险，他觉得是这样，所以盟军就把。OK， 这个德国的想法变成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印度型。他讲，反正你认为我会在这里 ，OK， 那我就直接上演一篇上演诈骗戏做给德国看。所以当时盟军他们就一直放消息，
因为会有窃听，会有 spike 的 ，OK？ 你也不知道 spike 是谁，你也不知道他会在几时时候窃听、偷听，总之一切放出去的消息 ，OK？ 全部盟军放出去的消息啊，都告诉德国讲，我就是会在家来登陆。所以德国本来他自身的想法都认为 ，OK， 对方盟军会选择加来吗？所以当盟军他将计就计的时候，他放那些假消息出去吗？所以德国就从这些他以为他得回来的 spy 的消息，但他不懂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从那些消息，德国以为得回来的消息啊，德国就更加的坚信。盟军就是在这里上岸，所以 ，OK，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盟军呢，他是做计谋，他放假消息 ，OK， 去诈骗 ，OK， 这一个德国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他放假消息 ，OK， 骗掉这一个 German， 所以他成功骗了，因为德国自己。先入为主了，他先入为主，他自己都觉得是假来的，再加上那些假消息，让德国上更有信心，他更觉得一定就是假来的啦，所以就变成 OK， 德国就做什么？这个假消息跟他自己原先的先入为主，我们就会看到德国他加重 OK 这个假来的防守哦，这样当他加重假来的防守。是不是意味着诺曼底的防守非常的薄弱 ？OK， light and share。So 这个事情 ，OK， 就这样子了啊。然后盟军他已经选好日子 ，OK， 在几时准备要登陆的人。So 盟军选的日子，当天的海是的确不平静，天气也不是很好。OK， 同学，你不要以为诺曼底完全不防，他加重这边的防守。概念是什么？把 miss 用到在这边，舒适解放这边。自己打。对，来，同学，你 confirm， 来下来，你明白？这个概念就明白了啊。精兵。我明天来当第二兵啊。可以，下个星期来。啊，你2月29号来 interview， 明天见。1个小时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在浦东。分我一般的薪水，明天可以。来，下来，你开心就好。哎，我们在这，所以 Miss Liu 在这边，主持节在这边呢、啊。所以他不是不防，他怕那种老残伤弱。主持节了，讲吗？直接讲。你这样子讲，忌口的，对不起，主持节说的。来，同学，所以这边是不防吗？只是就是很厉害啦，防守不够重。OK， 所以当天这个盟军，他选好时间。登陆了的，所以我讲了那天的海不是本来都不平静了的，再加上当天的天气，使得这个海的风险更大。但是同学，富贵险中求，明白吗 ？OK， 当时德国的主要的那一个人物，他的元帅大概将军叫了，他就看到当天的天气这样恶劣，他觉得没有事的啦，盟军会杀过来的啦，他回家。OK， 他就走了。你知道他回家做梦吗？他去庆祝他老婆生日了。对对对，就在这一刻，你想不到的东西全部都发生了吗？富贵险中求吗？所以同学，你都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盟军 OK， 就全部陆陆续续 OK， 在诺曼底的路，你要打一个舒适点解吗？你随便在路边捡一个都可以打到银行吗 ？OK。来，同学，各位懂吗？所以同学，你这个时候盟军已经在这边登陆的，当时你把一部分的精兵拿去打俄罗斯人，然后你又加重加来的防守，这样的话你剩什么？所以你就会看到盟军成功登陆这个诺曼底，明白吗 ？OK。因为德国在打俄罗斯的时候，他已经元气大伤了。然后 ，OK， 这边诺曼底的防守又弱，所以就导致这一个盟军就杀进去，然后过程就攻占、攻占、攻占，直接逼退了这个德国。这样逼退德国就是讲他们成功解放了法国，
然后这个因为三大巨国的合作嘛，所以对德国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嘛，所以他们就一路追杀，一路追杀回到去德国。当德国的首要城市沦陷，就代表整个德国已经战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从诺曼底成功登陆 ，OK， 解放了法国。其他在前面我们有读的西欧国家也慢慢 OK 拿回，就是从德军的手上解放，所以他们就一路追，所以追到最后 OK 德国的首要城市 OK 沦陷，然后就想得了整个德国，所以最后希特勒他是自杀的。 OK 你明白吗？来同学，希特勒是跟他的情妇一起自杀掉，来没有问题啊。所以同学，你应该懂什么叫诺曼底登陆啊 ？OK， 苏思杰，你听得懂什么叫诺曼底登陆吗？考分吗 ？OK， 考分，这样我们就去看西根东地啊。OK， 来同学，西根东地现在是还有时间，来同学 cap。OK， 这个不用 repeat 了，因为刚刚一次过讲完了，苏思杰你重复就可以了。当时德国去打俄罗斯是因为想要吞下欧洲最强，自己成为最强，对不对？对。OK， 德国以为他在什么季节来临之前可以干下俄罗斯，结果有发生吗？没有。最后德军越打越失望。OK， 因为对手太强，他看不到希望在哪里，所以他就越打越累，没有什么兵在打了。所以你德国没什么兵在打，就代表他们接近 OK。要走了，投降来了。所以西就是刚刚我在前面跟你讲的，德国去打 Russia 俄罗斯，可是 OK 他得回来的不是成就感，是挫败感。所以同学好，不要丢分数啊。什么因素带出二战，欧洲二战结束？还来跟刚刚的 Operation Menawan Russia， 跟刚刚的 Operation Menawan Russia， 如果 Menawan 你写不到，对不对？如果门拿完你写不到，你可以写回共党。如果你真的写不到门拿完，你写回共党，一样都写。OK， 就是你就算换了一个神字，你要传达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差别的。所以 A 是因为三大巨头合作 ，B OK 战略有效 ，C OK 来分学，导致二战结束的事件是因为德国失败。OK， 攻占这个俄罗斯，来苏世杰继续打。当时德国采取的行动，攻占俄罗斯的行动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哪个叫德国 ？Which one？ 你再解释一下。德国打俄罗斯的行动，那个行动叫什么名字？德国打俄罗斯。俄罗斯打的行动叫什么名字？讲到了，我都没有爱心。放弃。不下去了。那个行动叫什么名？巴巴罗萨。Good 吗？对吗？对。对啊。对。苏世杰，我一生被沙发费买通你的心，结果我是挫败感多强。什么叫放弃？欺骗吗？你看我都没有欺骗你，你竟然放弃，还要早期为了那舍一少房，来下来。几点起？哈？几点起来？三点。好，来继续。我几点起来的？你也想死？这样紧张的话，干白妹，来下来。三包。你再跟我讲 yes 还是 no 妹 ？OK， 来下去，来一，飞回来了。直接去看 2，OK， 所以我们知道是失败了，所以直接看2发生 ，German 可以了，那翻译鸟二的责任 ，OK， 损失很多的军人，损失很多的军人啊，所以同学，那时候已经跟你讲了啊，我们的这个 German，OK，、okay, 损失惨重哈，因为他要在冬天作战。OK， 所以他损失很多的这一个军人。来，同学，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因为冬天作战，他没有经验呐，所以整个德军陷入一种情况，弹尽粮绝。有听得懂什么叫弹尽粮绝吗，师姐？
哎，来，同学，最大声声多的巨人，这个损失 ，OK， 会发生，是因为关起来。门的话，地图和无心失主，但是发生门的话，地图和无心失主，他以为冬天可以拿下，结果过去了两个冬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以为冬天可以拿下，但殊不知他打下已经过了两个冬天。来，同学，所以你当这一个章程，所以他会损失的就是拿章章程。OK。来同学，过了两个冬天。来同学，所以并没有如德国想象中的顺利。所以一开始就跟你讲，人数上就已经不对了。OK， 人数上已经不对了。然后再加上俄罗斯不是小国，再加上环境因素你控制不到，你讲算几是冬天，几是春天。OK。所以战争就这样子打打下打打下拖拖下拖拖下，两个冬天过去了。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两个冬天过去了，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德国没有冬天作战的经验。OK， 所以在这个环境因素下，德军就越打越累。所以同学三八三 ，Sherman 的话第三个鲁鲁米亚打马卡纳。来，同学，两个冬季已经过去了啊 ，OK， 过了两个冬天啊，走快上 German 和哈皮山和鲁鲁米亚扎马卡纳，所以在这个很长的战争底下，在这个很长的战争底下啊，我们就会看到德国他已经来到一个情况，就是刚刚跟你讲的淡季感觉。OK， 一直快讲完，就叫做弹尽粮绝。他都跟你讲了吗？可 happy 三分五吗？苏师姐，这样吗？对。Nice。睁住眼睛讲废话。OK， 来同学，所以他写给你了，可 happy 三分五，子弹用完。明亚就是那个石油啊，他石油也没有了，他将启动他的大炮车。他将启动他的每一个 OK 工具呢？啊，看到你懂了咯 ？OK， 所以德国已经是弹尽粮绝，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啊 ，OK， 来同学，发散。你简单这样子，如果你要造两个句子也是可以，你要造两个句子也可以。弹尽粮绝是他的一个情况，那弹尽粮绝导致什么情况发生？来，同学，画上什么那等的人呢？你画上两个字，什么那等的人呢 ？OK， 你就在那个等的人呢后面拿，你就在等的人呢后面加字。有听得懂华文吗，苏师姐？听到我啊。后面加字啊。又开始了，又开始了。我没有又开始。来，同学，这是刚刚跟你讲的。当这个德国弹尽粮绝了过后，因为打太久了 ，OK， 然后一直看不到希望，然后再加上德国已经陷入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它就导致什么 ？OK， 这个德国的军队简单德军啊，所以德军的这一个士气 ，OK， 低迷啊，所以连军人都没有一打了，这样同学。你知道军人没有一打了，士气低迷了，你就会懂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了，听得懂吗？所以连德军自己都打不下去了啊！打战同学，以希特勒的希特勒，希特勒 ，OK， 来同学，以希特勒的性格，他不能投降，阿哥他狂妄自大了 ，OK， 哥他哪里可能会投降？但他的德军已经撑不下去了，他们德军自己投降。来，同学四，发生 General German， 没有要读人名，不用管他，你直接换 General German， 然后再换 Manuela Kala。OK， 你发生 General German Manuela Kala， 所以德军他是违背了希特勒的指示的，因为真的是打不下去，
沉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随着这个士气低迷的情况，随着士气低迷的情况呢，最后德国 OK General 就像是将军这样的概念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德国的这一个 General 元帅将军这样的概念 OK， 他选择了投降。你想想看，连这一个将军都投降，就代表他整个军队谁都来了，军机啦，打飞机呢，好啊，那是时间自己跟自己自身去打飞机。OK， 来科学，接着到啊。所以下面一二三四 ，OK， 讲完。来冬季，他就要做太少。可以放屁哦。讲放屁啊。差不多，放屁。对，我的工作。啊，九点二十了，科学。OK， 我放你做 test， 因为今天的 test 有两题是要做写的。哇。我怕你的时间不够。OK， 星期四我们再接冬季。冬季你会了的，就是 no money。